送礼判官之润州行营，唐·刘长卿。万里辞家是古皮，金陵驿路楚云溪。江春不肯留行客，草色青青送马蹄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你就要离开家乡，奔赴万里之外的军营。通往金陵的驿路上，楚地的白云似乎也同你一样，渐渐向西飘去。长江两岸的春色留不住你的脚步，青青的绿草也在为你送行。